请问汤营运长，针对宜兰县政府农业处举办此次109年南洋红龙果品质评鉴活动，贵公司为协办单位参与农业检测之作为是回何呢？我们知道宜兰县是一个农业大县，所产出的火龙果是非常的有名的。那在这次火龙果评鉴大赛里面，宜兰县各个地方乡镇的农民参加的程度非常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踊跃。为了提高本次参赛果品的鉴别度，我们公司无美土生技公司特别来这里做一个协助，进行农药残留的一个快筛的一个检测，对参赛的果品的评鉴度以及食安把关的程度又更加上一层楼。好的，那贵公司为行政院农委会农业试验所唯一技转授权技术是什么呢？我们公司无美土生技是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试验所唯一授权这个农药残留快筛方法的厂商。这一个方法简称就是苍蝇头生化法。苍蝇头生化法的应用可以让全国各地的蔬果集散地的农药残留检验的这一个成本更为下降，而且速度更为加快，对于所谓的现在政府提倡的食安这个环节非常的有帮助。好的，谢谢你。